The royal tomb of Wang Jian, known historically as Yongling, is a mausoleum of Wang Jian, the founding emperor of former Shu during the period Five Dynasties. Yongling Mausoleum was excavated in 1940s, and complete carved figures of a Tang Dynasty royal musical band were found around the coffin platform.This ancient symphony orchestra, consisting of two dancers and 22 musicians in vivid and exquisite designs, known as 24 carved figures of female musicians and dancers, is the only unearthed relic to show us a complete royal band during the time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former Shu. The 22 carved figures of female musicians and dancers passed the years, frozen in time and space, until 2019 when their musical accompaniment that has been lost for a thousand years was brought back to life. The 24 female musicians and dancers were resurrected in the form of dramas, showcasing the bright and magnificent music of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world.我们就一直想把这个二十四伎乐呢活化了搬上舞台，就是让大家能够听到它的声音，然后来了解永宁博物馆，了解这一段历史。在2018年的时候，有幸的去跟成都永宁博物馆达成了合作，非常的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然后开始就二十四伎乐这件文物进行它的一个 IP 的内容的再造和延伸。我们推出的关于二十四伎乐的第一个舞台作品叫国乐观念剧伎乐点二十四，我们是以二十四伎乐这个传统乐团为基础，然后呈现的一个剧目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前期的话呢，我们首先是对二十四伎乐所演奏的二十四件乐器进行了一个复刻吧。在2016年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就开始对乐器进行了这个仿制，但是这个仿制这个乐器的难度呢还是比较高，因为它只是在石头上一瞬间的这种写意的表现，就是它的声音、它的形制其实都不知道。然后我们是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啊，比如像唐代的《教坊记》，还有宋代的《乐书》。还到这个日本真昌院，他们因为留下了很多唐代的这种乐器，就是根据这种文献和实物的资料相结合，然后请了这个上海乐器复原厂的这个专家帮助我们对这批乐器进行了这个复原。这个乐器它的特点呢，它是有20种23件，其中鼓呢是占了有一半，有8种9件。可以想象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一个打击乐团了。从永宁出的这个二十四伎乐里头有很多很多非常多打击乐，就这一点虽然我们没有听到声音，但是我们关注到这一点的话呢，应该会知道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这种打击乐声部是非常这个丰富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创作音乐的过程当中啊，我肯定会使用到琵琶、笛子、古筝各种各样传统的这种民乐声部，但呢它实际上就是演奏一个主旋律。其他的很多的这种非常多的这个元素，实际上都是用打击乐给它填上去的，所以就是说就是听我们这个二十四伎乐的这些就是原创曲子的话呢，可能会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打击乐声部听起来非常丰富。乐器仿制出来以后，我们开始对剧目进行一个创排，因为我们是想走传统的一个写意的风格，但是它是一个比较现当代化的一个表达来做的整个音乐的创作。为什么要用这种现当代化的表达去做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所以我们不太想去把传统东西做得特别的凝重。所以呢，既然如此的话呢，就是我们会想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现代性。对现代性这三个字，我个人的思考是这样子，就是我要用现代的年轻人的语言来讲这个故事，就核心还是就是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但是呢，我讲话的这个方式肯定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呢，我才能够重新创建一个市场。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会考虑很多就是比较流行的一些音乐风格来去包装。就是我使用包装这个词来包装民乐的部分。那不管怎么样子，这些音乐风格它其实是属于现当代的这个音乐的语汇，那么它里头包含一些就是说我们传统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出彩的。
一部舞台作品，我觉得是不能够去延续二十四伎乐在现在的生命力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 IP， 所有好的内容，它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出新的作品，它不是活在一部舞台作品里，而是活在我们的互联网上，活在我们日常线下的演出当中，活在更多的舞台作品里。那二十四伎乐它在1000多年以前它是一个乐队然后它慢慢变成了一个戏客，那么1000多年以后当我们再遇到它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乐队能够真正的活过来。